感谢上帝团结，阿拉信靠对同心美妙的歌声，阿拉投入上帝。咱今日一切所在，我奇怪啊，圣经在哪个读？一册，啊，佮读耶稣的话，佮半章啊听。啊，实际上讲起来，咱若有圣经伫手中，咱今日可以认真拍拼来读。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章，要到四章几章啊？咱若是拿手中圣经，还是等下扫描片就会出来啊。啊，第约翰第四章第十到四十几章，咱一下来读一行。啊，对这个啊人物啊地点啊，即扫描片会弹出来哈。啊，时间啊以及这场合啊，这个问题是甚物啊？以及咱看到到底有甚物结果？所以这几个，安尼咱伫脑海内来看，讲伫约翰福音段第四章有甚物人出现？伊中间咧做甚物？地点到底是对所在？那时间是对所在？也几点钟？啊，太迄个时间啊，啊，场合啊，这个问题啊，最后呢有甚物结果？好一个，咱来看好人物，咱来看到有耶稣，也有学生，啊啊，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这差不多啊。咱我今日啊，若要讲起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地位，咱门徒这部分，咱今日无讲起啊。第二是苏加，一个雅各镇。所在时间是中道时，咱敢会想到讲有人中道时啊，伫咧要这个所在时间啊，一个妇人人要出来受罪是甚物款的原因啊？啊，这场合是拄拄耶稣安尼行路，甲学生啊来到这边遐取得亚线啊，学生离开去街路伫遐咧买物件。撒瑪利亞婦人來這裡這裡求罪，但我頭一個對話是什麼？耶穌就跟他說，請你讓我罪流。那個婦人說，你是一個猶太人，我是一個撒瑪利亞人，為什麼你要讓我來討罪流呢？原來猶太人跟撒瑪利亞人一向是无往来。请问，为什么犹太人未当答一个撒玛利亚的人，伫遐讨罪呢？为什么因无撒往来？咱要来看这个背景到底是甚物。苏加即卖名叫那不勒斯，古约咱呐伫这中间来读古约。伫创世纪十二章第五章第六章，一个叫做事件，啊，咱古约时代叫事件，啊，而且咱呐伫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遐就知影，阿伯拉罕、阿伯兰七十五岁受掉，受上帝的呼召，然后离开伊故乡。来到这个所在，迦南地的中啊，这个啊，迄、这个差不多中部的所在，伫遐伊做甚物？伊伫遐起一座堂，来敬拜耶和华上帝。那《申命记》这个所在记载二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五节，摩西伊伫遐讲，恁若去到迄个所在呢？阿达爱照着啊，只百姓啊，伫遐宣告律法的所在。啊，咱以后就看咧，约束阿到遐，真正是照安尼来行。我咱看见这个基啊，基利修啊，这个山甲伊巴路山的中间，这南北的交通的要道，把它亲像咱中华地区南北。哦，你若讲啊，这个山线、海线，爱伫这个咱中华车来换啊，这个所在啊，要去到倒位，要去北部，无论山线、海线，
拢爱经过咱遮到门市，啊，不然进入工地以后，伫遐中间起坐，你若看骹骨，又完同款，伊倒倒来，啊，来到嘉南地市，又完的时间伫遐来起坐，伊伫遐讲着，啊，伫创这个三十三九十八章。伫遐也安尼讲，讲要我上帝以色列神啊，来约束啊，带以色列人来进入迦南，伊这个所在呢，伊伫遐来宣告、宣读律法。咱今仔日啊，看圣经、读圣经，倒影比真方便。当时毋是倒影比，当时也无车通看，当时伫遐是宣读。啊，耶稣啊，伫遐宣读律法，啊，即便是大家徛咧，你也知影，看两边个山，基利心山，甲即、這个啊，咱看即、這个啊，伊巴路山，啊，行过迄中央，伫遐宣告上帝律法，中心搁伫遐思考，早时要我上帝怎样甲伊立约，伫出埃及记十九章。第一章到第九章，咱看伊，啊，就是伊个叫咩哦？恁的爱乃我可，要我是伊一的上帝。啊，这个时那个看讲，这个时间，这个树啊，这个所在，有我是甚物呢？咱看讲，哦，这个玉石，伊个啊骨头吼，咱来讲个海军威海，有我对。埃及出，然后呢，出埃及旷野，啊，佮进入迦南地，最后败走，伫即个事件属家的所在。咱看见，即个也就是当时北国撒玛利亚，哎，即个所在，撒玛利亚归朝，我也真感谢上帝，咱中间老人去到迄个所在。咱就看到讲，即个非洲在讲什么啊？伫即个北国的首都的所在，咱要看见一只啊，这是拄咧西点西北方十公里的所在啊。咱看哩，即个差不多伊的宽度差不多四百五十公尺的所在，迄个悬山，你若知影安尼起来居高临下，你知影讲人真歹来安讲呾。啊，这个北国来啊，起的这个啊啊，这个所在做首都，咱看见撒玛利亚啊，圣殿的古约时代记载最多有关北国的代志。咱要看见撒玛利亚人因来啊狩猎，是伫主前啊七百二十一年，灭伫阿述国。啊，伫这中间咧。咱拄拄来来看讲，遐就是啊，时间的所在。伫时间，咱拄啊看见啊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五节啊，到第六节，暑假伫咱约翰福音段，咱拄啊读的这个所在啊。而且这两个山的中间，那是安尼，这个信仰约翰福音段提到什么？提到。这个真有历史性，真有历史意义。咱一起来甲想看嘛咧。那提到讲这个暑假，因会想偌济？因为咱今仔日唔是生活伫迄所在，啊，做人咱感谢上帝，咱读圣经，咱就细汉会当伫遮伫注意到，啊，开始啊，伫遮来了解，来知影。所以讲，你暑假，即以色列百姓、犹太人。撒瑪利亞人一想到偌濟，咱會當想象到，因為祖先差不多是這中間哦，我阿伯的汗是我的先祖，祖先來到這個所在起盤，哦，家國啊，這個所在，哦，這個進程，這個讀書啊，伊有原來看看，伊原從我到這個所在，咱看到車這個所在，就是對來講充滿意義。咱要看见这个雅各镇伫这个所在真有意义。那对因来讲，发生的代志，咱都要提掉。
咱看耶稣学生甲七个古今人，啊，真感谢上帝通过圣经，这个嘛真奇妙。出老路，耶稣甲古今人伫遐对话，啊，这个学生呢，就作者啊，拄啊好白话讲，啊，因着去街路买物件，所以伫遐拄到耶稣甲撒玛利亚的古今人伫遐来对话。包括这個，我提的是咱看个，起码迄省伊个高度差不多三十米的深，会当个底下啊，迄水价啊个甜甜，哦，你讲气流看嘛咧，水泉底下，哦，咱看到两三千年来迄水泉底下啊，照常安，也起码去一间纪念的礼拜堂，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了个撒玛利亚人，为什么犹太人？未当甲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讨取礼物，为什么圣经安尼讲？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并无来往，是安怎？这两个所在人偏偏住伫迄个土地，巴勒斯坦的这个土地，他无来往。只简单讲起迄个历史。就是原来北部这人阿受了阿孙跟掠错，然后对北非哥阿刷一挂人来，所以咱看见就是721年、22年中间，以色列国以后呢，百百姓受了，然后呢，去到异地。啊，这些所在也到这，啊，同分生活习惯啊，信仰风俗啦，啊，渐渐受东华撒玛利亚人受侵略，啊，那个啊，那个混血儿啊，伫中间，我是杂种，那像咱即款安尼闽南同款，犹太人轻视轻快因，伫中间无甲因杀欧人。无进入这个所在，你假使那是来到耶路撒冷，阿要阁倒倒去到这个加利利，安尼因宁可阁行往对呢，阁过到但河的东边，然后咱伫遐困吧。所以咱伫会当看到，那到啊，咱会当讲起来啊，这个就是哈，也来讲起来，哎，耶稣啊。伊啊，这个五千只里落海的所在，就是伫啊，这个啊现在来讲一下各大的所在。因宁可行较远，嘛无爱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区。啊，所以耶稣，伊只来看个约翰福音段第四章，阿弥进入撒玛利亚。啊！耶稣伫这中间，甲撒玛利亚人的第一个对话就是讲：，若是你要知影上帝的恩赐，甲现在，甲你讨取的人是几罪，你就要来求伊，伊会当将这个活水来给你。列位，当耶稣伫讲这个活水的时，这个负责人伫遐讲：，我先生。你也无抢水的气骨，只有一七千，你要去倒位去挖水？我的祖先阿婆老，这个真好玩。伊甲伊的家己，甲伊的这精神，拢在这个所在流这个水，敢讲你比佫较大？列位，对话内面这个挖水到底是甚物？当耶稣在讲挖水的时，让撒玛利亚有人在讲，这个水你阿无去过通来抢水时，到底在讲是什么？耶稣在讲这个活水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对话第三，咱来看，耶稣来讲，啉这个水人要搁再取呾，总是呢，什么人来啉我所修赎的所喝的水？永远袂搁再取代。
就我要予伊个水，伫伊内面正做一个泉源，不断伫遐渗出活水，予伊得着永远个活命。一句话，予咱会当刻掉伫心个感受。即、這个福建人伫遐讲先生，请予我即个水，予我永远袂阁水干，我袂阁来遮抢水。这两人伫遐所讲，耶稣所讲，甲有一人所讲的水，活水，唔知有共款无吼？一个咧讲活水伫遐永远清纯，永远的泉源。只不过我来饮着，我每个水担，咱人安尼常常咧讲话，有时阵伫遐安尼讲咧，安尼啊，佫有外好啦，啊是伫咧中间读书啦，讲话。我讲这个的意思，啊，你人也听出这个意思，哦，啊，这个中间咧讲话咧袂对当，啊，冲突就开始，敢毋是？啊，遐发生，我伫这个中间咧看见，耶稣真有耐心，伊咧讲，有啲人伫遐中间听毋知咧讲这个话句的意思，总是耶稣一步一步来解讲。耶稣咧讲这个话句，甲有啲人对话句的了解。无共款的概念，无共款的层次，一个心灵中，一个生命啊，这中间总是这个互相底下是物质上啊，我唔免过来遮受罪啊，唔免伫这中间，哦，我别个取担。所以耶稣伫个中间讲，是永远的活命，永远永生的这个泉源。咱过来看伫耶稣讲第一话第四，你去请去叫你的丈夫来。然后啊，叫个丈夫来到花车。有人来讲，我并无安塞过。耶稣是安怎爱伊？伊叫个丈夫来，是安怎爱这个有人啊？耶稣讲话有时阵都插着，哦，伊心内艰苦事。有人来讲，我无丈夫。耶稣哥。继续讲的第五，耶稣讲：“你讲你无丈夫是对，啊，不错。你捌无丈夫现在甲你做伙嘛？是真正你的安塞哈？你讲的话是真正。啊，那安尼是捌无话？啊，即马第即个第几个？第六个，啊，第几？耶稣的话，伫遐听是显示。”到底这个妇人啊，有什么款的问题？列位，这个妇人啊，讲先生啊，我看做你是一个先知。我撒玛利亚人的祖先，你去山顶敬拜上帝。你犹太人，却无在耶路撒冷那里拜上帝的所在。请问，这个妇人啊，是怎样？知影耶稣甲讲这话，就是一个先知。啊，为什么改变话题呢？已经叫你丈夫来呢，伊即马爱讲你话，啊，我着即个伫遮咧信啊，我伫遮咧拜上帝，拜我的神呢。啊，你讲你还要杀了？改变话题，咱是不是有时阵讲，啊，你讲一个，咱也无爱人甲咱讲个代志，咱伫遐中间无技术讲一个话题，个了。我换一个话题，哎、欸，这敢是咱伫咧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的，有真侪艰苦事，咱安尼讲袂出来，啊，无爱人去讲，啊，人去讲就是，啊，无爱讲啊，安尼怎安尼？哇，这个技术来改变话题，啊，这中间呢是为什么呢？要改变话题呢？你的讲话内容实在是真正吼，插着这个心吼。转变话题来讲信仰的问题。我来看见撒玛利亚人安尼讲，安尼犹太人却安尼讲，搁在伫个中间一座墙，安尼围起来来保护家己。啊，撒玛利亚的有钱人伫遐啊，讲起起咧，啊，阮伫只敬拜，啊，恁伫遐啥物敬拜，啊，即、這个起来。会当予家己无阁受伤害。耶稣搁再一摆伫遐将这篱笆、将这款围篱解拆开，予
有一人明白，当伊甲耶稣三面对的时，伊内心的毋茫会当真侪实实在在同感。因为伫咱看起耶稣来讲，有一人请你相信我，时间就要到，已经。我们看见，人不过在地，恁所地看这个山，暗时里要到山里底下去拜上帝。恁撒巴利亚人唔知影恁所拜的是几尊，我犹太人知影所拜的是几尊，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来，因为真正敬拜上帝，要用心灵甲诚实、真实来敬拜。所以安尼敬拜就是天父所要啊，上帝是神，敬拜的人要用心神来真实来敬拜。耶稣讲起来意涵是甚物？耶稣安尼讲到底有些人了解偌济？有些人讲对耶稣来讲，讲我知影迄个轻罪弥赛亚。基督的比赛啊，就要来。伊若来，会当将这个代志拢甲我讲。因为这对话的中间，耶稣讲：“我耶稣了，这个甲你讲话就是伊。”请问，这个福音人，这个是？伊知影是？伊记载什么？耶稣伫中间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咱安尼看到一个，诶，道士家里人，家里一个人家上水，普通是拢清早的时来上水。为什么这个福建人单独无伫大家出现的时做伙来上水？伊得大家单独。在中道时来上水，避免跟人见面。耶稣讲起来到底天然之心，耶稣直接讲，迄、那个我就是迄位，伊咧讲的迄、那个基督的比赛啊，这个福音啊，伊的心的底下是不是真大冲击？因为在伊内面，在伊一生、在伊人生中间，所面对问题，苦痛无讲出来，无人知，就耶稣基督知影。所以结果呢，咱来看，这个妇人啊，就会举办可能，伊就离开，登去一乡下。啊，大家讲，恁来看。有一个人将我过去的生活所做一切代志，拢讲出来。他们讲，伊就是基督的，立位耶稣基督知影。这个福音人，一干苦心，一干苦事，伊的一生，福音人站伫遐感受着，这个甲伊讲话对话的基督。所讲，伊马上举办坑的，都转去，无惊见笑。伊中间，啊遐，伊个庄下人讲：，你大家来看，我所拄着是安尼。列位，庄家休息的人听见嘞，来看结果地址，因大家离开。就来到前面看耶稣，希腊人、撒玛利亚人就来信耶稣。因为福音人讲，伊将我所做代志一项一项拢讲出来，真奇妙。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无往来，你若路行过去。那相比，那结果呢？耶稣底下，爱人要求，
甲伊伫遐个带两日，留落来，甲伊做伙带两日。咱就知影圣经真安静，安尼几时写落去？安尼你是毋是想象之中间，耶稣伫遐大干怎啊去，伫遐怎啊困啊点？耶稣一定伫遐中间，甲伊分享最最，甲伊伫遐讲话命的代志，甲伊伫遐啊心灵的沟通，伊中间呢，互最最人伫遐听。这两日中间，耶稣伫遐最最最时间，咱会当变成咱的想象，咱伫遐来了解。啊，这对时呢，伊就反映心灵，听耶这个福音啊所讲的话。啊！因在伊，因就伫遐，要伊阿叔留落来。迄、那个传统，迄款的隔离，完完全全无存在。来，来个画面，较侪人，因为耶稣的信息，咱就知影，耶稣伫遐不是白白怎啊讲的？因为耶稣的话，因为耶稣讲福音的。啊，车的啊，心灵的啊，真宝贵的信息啊，信。伊即马解有一人讲，但阮即马相信，唔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那是因为阮亲自听见伊的话，知影伊是啊，世界的救主，这就是。因为耶稣基督的话，因亲自也听见，亲自也体验到，所以咱看见，因面对耶稣的时，因会选择是甚物？因对生命的啊，不管是甚物，主耶稣来到世界，唔是干那为着犹太人，你是为着全人类。主耶稣基督知影，伫撒玛利亚这个所在有一个妇人，人需要伊。伊无照伊个传统，啊过国旦无，要当兵，然后才上班，无。伊遐来到撒玛利亚，耶稣亲自伫遐来听读。真古以来，社会也是宗族，也是宗教信仰的这款的隔离。伊伫迄中间来甲这个妇人接触，从家己的偏见，咱是毋是伫中间，咱家己本身是毋是会当想到讲，咱会？有甚物款，予咱会当到未围墙，会当超越过去，予咱的想法，予咱的偏见，会当抗敌是一个的，予咱甲只个毋是基督徒的，也是。予咱伫这中间，社会身份地位、种族等等，敢是得爱，予咱来离开麦，伫遮真侪，咱去侍奉别人，也是伫中间去关怀些迷信者，的一个计谋，咱要怎样来面对？某有一摆，到了某前教会，到某前长老，伫中间咧教。教会要分享的是，来提高我们安怎样关怀为友，怎样关怀啊，这也需要受人关怀人的事。因为这个长老伊捌做过一个啊，教会机关的首长，伊讲无啦，我拢嘛做啥物呢？人拢嘛甲报告，我都唔免到。就落去，唔免就去讲啊，创什么款，人拢会甲报告。有影做首长的人，下边就只啊来啦报告。哦，即马教会嘛有真多
较毋是个，我惊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伫遐分做小组还是甚物款，啊，再来甲报告。第几有影？即个咱会当思考，咱是毋是啊？人来跟咱报告啊？伫中间啊做啥？假使咱那咱中间，我相信有人在读一个那一个 QT 哈、啊，活泼的性命。啊，咱这个活泼的性命，这个经啊，都多这个高伟文啊，这个对，有一篇，我真受感动，听了我讲，我要做道务，不能读到遐会吼，可能学袂惯吼，啊，我要当母父。伊中间一个例子，小可咧写咧，写甚物款？伊讲伊有一个哎呀老三吼，第三囝，吼，讲安尼，含含咧竞选做咧班长、副班长，读二年时。啊！伊同我来讲，啊，班长、副班长，啊，结果讲做副班长，啊，转来呢，我做副班长，啊，老爸甲问讲，啊，做副班长，啊，毋是个甚物款，啊，不好玩呢，哎、欸，我即马将我的副班取消呢，以上呢，副班长吼，拢袂当做甚物，因为班长都不听我的话，啊，哎、欸，啊，即马来个我讲，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当班长，哦，啊，真正我三年吼，我有十六个伫恁班，我有十六个出来竞选。啊，十来竞选讲伊，啊，讲选到伊咯，当班长。我老爸甲问讲啊，为什么人家要选你当班长？啊，你的竞选政见是甚物呢？伊讲吼，我今年吼，我来讲，我你若选我吼，我就要当你们每一位的抹布。哦，你若选到我吼，我就做你大家大家人的乐部。哎呀，这句话有影呢，这老爸吼，写伫咧阮这个哦。我咧生命内面咧讲起，我头日我真受感动咧。咱基督徒的生活，靠唔是来做人的道务。啊，道务是啥物呢？道务就是家己啊，把阿三阿咧啊来清洁道场，清洁大家所在。啊，道务就是啥物呢？道务就是爱牺牲。道务就是安怎呢？道务就是伫咧中间咧。爱伫遐真多啊，互人伫遐使用诶，啊，敢是安尼呢？互咱看见，基督徒诶生活就是爱来啊，结清对方啊，家己吃亏，家己受损，总是呢，爱来完全对方。父母生活敢是伊冤家，我咱互相做倒薄的中间呢，爱当互家庭的生活搁较完善，搁较好。咱即马过来看，即马即个父亲啊，一位需要耶稣基督的撒玛利亚父亲啊，伊得这是甚物呢？咱看伊头一项，伊为着物质生活伊也生活，伊也来为着，伊也抢水，啊，伫中间来看。啊，咱人有缘感慨，或者生活、人类生活必需品。主耶稣一定无好人，无好人，伊家己本身有缘感慨，伊中间啊，去搭，伊中间亚生亚难，所以爱为着这个物质的啊食物来努力。犹太人嘛真关怀。叹气，哦，我嘛真想讲咧，咱圣经叫咧特别咱的这基督徒讲咧，咱袂使吼这个钱财来甲咱啊苦受。哦，犹太人，我捌一位讲啊，伫美国的这个犹太人，安尼听，安尼地位中间讲哦，伊袂少钱，啊，要去到倒位咧，到欧洲。啊，总是咧，伊含辛苦只个钱，含啊客咧讲5-6千啊，诶，即个美金啊，甲伊做伙，爱都毋免用遐济，啊，总是只拢个随身携带，要去到倒位呢？哦，人会真聪明呢，去到伫迄个当地所在呢，伊讲我都毋免用遮济钱呢，啊，伊讲啦，无我咧银行来甲做即个保险箱，甲问讲保险箱我来甲你做安尼，啊，偌济呢？哦，保险箱同你交地讲着，我那几百块在当我。保存这金银财宝，袂啊！讲啊，你若贷款咧，我那贷款咧会使啦。贷款你当担保品啊，你一个轻松的人，安尼担保啊偌济啊？你贷款，伊讲安尼无啦，我你用贷款好啦。我贷款咧到底我变讲，安尼啊担保品偌济啊？我身边只啊算算咧，约差不多有6000的美金咧。
哦，安尼哦，安那安尼会使，爱当有带，你要带偌济？伊讲我带一箍啦。哎，奇怪咧，是安怎带一箍咧？哦，哎，我就带一箍就好啦。哦，啊，真正咧，后壁金理听了，我好，无啦，你要带偌济，三杯四杯拢无问题啦。伊讲唔免啦，一箍就好啦。那个问我什么原因？伊讲我甲你做保险箱吼，一个月吼爱500美金啦。我即款车吼，把你贷款一块吼，我半年倒转来，我一千二一块啊，我这拢唔免咧，哦，人迄真聪明咧，你安尼趁钱咧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款金钱的观念，咱嘛是在遐，哦，贷款一块 ，OK， 这个为着物质需要吼，咱来看去，嘛是爱为了永远的活命，来需要，来努力。第二，来看去。肉体情欲的满足，上帝手术的合情合理，啊，这合我的中间，咱看见平安的这个啊满足心境。这个父亲啊，伊捌有五位先生，起码阿个唔是有什么稀奇。咱这个世间，咱这个世界，咱是不是有完面对上起来？啊，这个天的显示的什么？显示了。话命勇敢，人际关系是不是无遐尼啊完全破裂？历经五百的婚姻有甚物缺陷？下面来一项一项安尼起关系破裂，伫个感情内面的伤。我一个学生。我爸即嘛，嘛有玩爱歌啊，天一度。伊有一个祖囝已经在真大汉啦，总是呢，伊即嘛，伊咧甲先生离别，然后阁去甲另外一个啊先生，另外一个啊查甫人三甲徛去。伊感觉讲，啊，伫感情伫即个啊即个个啊即个性个方面，伊就是感觉伫遐啊，伊只有法度。贪来关照，在迄个感情内面，啊，咱看起这个婚姻啊，暴露着搁较深层的这个问题。要爱一项物件，啊，一个代志，然后满足家己的需要，使用着性的关系来解决，总是呢无法度通得到异地。用家己的方式，换句来讲，在咱两人的中间，这个夫妻人所面对的问题，是不是提醒咱？咱是不是在中间的努力，要在家内去解决咱的问题？啊，巧弟啊，哪要解决？哪？复杂，那无法度。咱用各种家己本身的办法，怎么来解决问题？伫咱社会，咱周围的状况，是不是有法解决？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情况？用家己的方式，要来解决咱心中内面的迄个结，咱要怎样来？会得透。第三，心灵的满足，耶稣在这清楚指出，人的需要，要怎样才能得到真真正正的满足？耶稣直接讲：，哪来啉我所属因的水，就永远未取得。耶稣就是咱人类活命、生命活水。对着人心灵永远未取得，这种人知影家己所敬拜的对象，就是创造宇宙之源的独一真神。咱是最近看唔是看咧，透早起来，伫咱周围有偌侪只的啊，拜偶像的只的，锣鼓哦真大声啊。那来伫中间台湾这个所在，咱若甲看讲，旧约时代，啊，毋是真要同款。
伫山头顶面，咱安尼真侪神明，啊，即嘛，佫互你发展真侪车个嘛，啊，含观光、赏心去看咱个，咱是毋是看得清个？咱目屎敢毋是爱流个？咱心灵中间，咱看个讲，啊，真正人安尼读册读安尼啊，啊是佫上得到，互咱到即个地程度，咱又看得清，毋知影讲到底即一道个精神是甚物？咱是毋是为着有我咱的智慧，咱家己的这装饰，咱的起步认定起来来看，真正敬拜是用心灵敬拜，唔是外在的这些祭物，还是这些祭品。真正敬拜就诚实，爱行动，顺探耶稣的脚步来行的敬拜。要做真正敬拜上帝人，爱态度、行动、言行、举止甲所相信的，会当拄拄三啊配合。福音人所表达出来人的生活态度，伊也显出人心灵的需要。耶稣的回答。基础这需要，只有在上帝的独个真心内面，才能得到真正完全的解决。耶稣来，要找需要的人，伊就破这传统，伊去中间跳飞机的位置，伊去到一个甲因无往来、甲犹太人无往来撒玛利亚的这个所在，伊到了。伊拄到即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耶稣伫遐找到撒玛利亚妇人，即个妇人亲自甲耶稣相拄，伊伫遐性命改变，马上将伊物质的这需求，伫遐看作主要，糟糕，伊城内伫遐甲因啊，遮人。所讲，伊所遇到的代志，伊伫遐无温暖家己的情况，结果伊个城因为伊的改变，信耶稣的人真多，连万信因为亲自看见，因为伊迄中间无温暖家己的情况，真正信仰，家己亲身来体验。进入耶稣的内面，这个话剧，这个生命话传就真多，永远永生的转换，也伫你、伫我、伫咱的内面，咱是不是有完同款？然后这个福分建立这个所在，咱是不是在中间也会当将上帝所赋咱的这个永远转换，然后会当？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朋友啊，当在这个世代，在这款外交的世代来亲近这个独一真神，啊，因为抓完正罪，因为活抓，请当心来感谢。特别我的兄弟们面前，我欢喜感谢你的稳定，因为听他，你运作带领，也互我通过这撒玛利亚妇人人。啊！伊的问题，我来当来反省我家己。我来当通过耶稣基督啊，予伊的应允啊，我得领受着永远的啊传闻，加罪我性命爱传闻。当伫你面前，我啊，深信上帝你因传保守带领，我在座每一位也保守。我一直相信我，我的生活中，我拄着什么关键物，拢会当伫上帝的带领来得到满足。而且，个感恩、谢谢、甲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。